感恩上个星期领袖会，各位领袖可以彼此分享同祷告，愿上帝得荣耀。黄鹤球弟兄安息礼拜，6月14日上午10:30，灵实医院殓房小礼堂。在旧约圣经的入面，关于敬拜其中有两个意思，分别是指五体投地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另一个就是有工作服侍的意思，即是说不单只是唱歌举手俯伏才是敬拜，在聚会入面服侍都是一种的敬拜，我们都是参与一个集体的敬拜。在崇拜入面，不单只是台上面的每一位不可以缺少，音响、灯光和视觉敬拜的配合更加是不可以划缺的。我们很希望创造一个敬拜的环境，令到弟兄姊妹更易进到神的同在。今天很想邀请你来到加入音响、灯光和视觉敬拜team，一起同工带大家去到神的面前，扫描 QR Code 报名吧。复兴教室门徒装备课程有罗马书、属灵二人行、终极报道攻略、聆听神声音，弟兄姊妹亦都可以报读网上课程，安排弹性的上课时间和地点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新一季关爱牧灵中心旅行讲座兴趣班已经出炉，感恩当中有低音吉他班同鼓班，是让一班有自演乐器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报读，当中除了技巧还有服侍神的心态教导，名额有限，快点扫描 QR Code 报名啦。在诗篇里面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无论在属灵生命定还是身体状况，都要有好质素的休息，所以我们都是时候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睡眠质素了。6月17日周三家的家聚，联同复兴关爱牧灵中心举办告别无心睡眠中医讲座，欢迎弟兄姊妹和邀请新朋友一起参加。 Revival Kids 的暑期活动6月18号之前报名有早鸟优惠，未报名的家长快点把握机会啦。嚟紧6、7月份的周五家家聚仍然是与情绪做朋友系列，六月份的主题是情绪有出路，6月16号晚见啦，带埋新朋友嚟都得噶。周日加高雄短宣队员招募，11月10至13日，周日加家人优先，报名及查询揾 Billy 传道或伟山。教会招聘行政干事、儿童事工牧养干事、妇女事工牧养干事，有意者请在6月25日前将个人履历递交 Ringo 吴国雄行政主任。弟兄姊妹的奉献可以透过转数快、 PayMe、 网上银行、缴费零或者柜员机直接存入教会的银行户口。提提大家记得将你们的姓名、奉献类别透过 WhatsApp 或者 Signal 通知我们，电话是5380-7272，详情请大家参阅教会的网页。